但提醒你，如果呢你平常很喜欢吃豆干的话，要小心了，因为知名的德昌豆干卖到香港，却被检验出含有食物禁用的色素二甲基华，遭到了香港下架。好，这款黑胡椒豆干被验出不止在香港，就连在台湾也禁用的色素。不过德昌豆干回应不可能违法添加砸自己的招牌，要追查是不是酱油或是焦糖等上游厂商有违法添加。不过这两种原料厂商也都有提供合格证明，德昌公司会将产品再送验，至于辖区台中市卫生局也会前往查验。